周迅他要下到水里，然后再坐到车里，然后黄渤他因为水性很好嘛，我问他能潜水多长时间，4分18秒。对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从那儿下来，然后一直游，游到车这个门拉，然后拉不开，到车前冰挡，然后再到这个门再往开拉，就把它整出来一个镜头。好疼啊！这个真的脱呀？对。周迅不会游泳，非常害怕。因为他要关门，憋进去还行，一关门他就那个恐惧。戏的晚上，正好我们在一块吃饭，我的天哪，后背、胳膊、腿，整个腿青紫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说这个，也自己觉得哎呀挺心疼的，